大家好，我是小峰。有很多网友给我发来私信，问小峰怎么不拍搞笑段子了？这两天呢一直在筹划，下面呢让大家伙看看我们拍那个太后大酒楼打工奇遇那39号老太太啊，看老太太造型怎么样？有请39号老太太。这回咋不得兔子了？咋那人不来了？兔子卖了，现在是耕地。亮才艺，亮个绝活。现在开始。都这绝活来了，对，会骑马舞吧？骑马舞也可以。那就整一个。您这骑马舞不行，赶上哈利波特了，骑个大墩布舞。我给你找个老师吧。老师教你咋跳骑马舞啊？哎，好嘞，助理上。道具伺候着，开始啊，加步。哎，这是上马第一个姿势。哎，好。手拧油门，拧好了啊，抓紧了，跳。骑的，等着老太太那裤子系得紧，要不系紧了啊，裤裆都得掉地下。这39号老太太也不简单啊！让大家伙欣赏一段我们这滑絮得了，等哪天有空了，给大家伙拍又完整的。来，大家别抽风了啊，要不把咱逮走啊？咱干点正事吧。那孔雀孵几天了？26天了，待会儿咱们捋捋蛋，这么天。那是温水是吧？温水，先得凉的，完了再得热的，哎，不能腿热啊，茶进手去，就这样。合着孔雀蛋、鹅蛋一块就是热。那可不，这都飘着呢。冻着呢。哎，这冻着呢。哇塞了。真神奇哎，会动了哎！拿着，动稳了。来，鼓掌了，拿着。哇塞了！鹅蛋一个不动弹，动弹。这不都动稳了吗？这动弹。嗯，都啥动稳的热闹，你瞅瞅。嗯。太神奇了啊！那鹅蛋也动弹了。这孔雀四枚的出来一个。嘿嘿。哎呀，那子，那谁也没踩对人，那不一定。等到28天出壳那天，没准都出来了。万盼，要吃鸡了，要把那只大公鸡给炖了。来，哎，你为啥想通了？哈，我现在推掏老爷儿的那些鸡还不够他使，他老爷儿上那俩大鹅，那俩鹅都不下蛋了。明儿来起，我就是俩吃他得了。把鸡收拾够了，回去收拾哪样了？大公鸡？那可不，哪有那样呀？打那哪下的都不下蛋了。那这回是您主动说炖鸡的，不能赖我吧？不赖你，这回也不让你赔。哪吒呢？你瞅瞅，就这个鸡，你瞅瞅，大嘴张的，哎呀，你瞅瞅，见千人呢，你瞅瞅，你瞅瞅，哪吒呢？你瞅瞅，那鸡有多少了啊？有个4-5斤的，趁着呢，你掂掂它。我不掂着了，一咬千年，咋弄啊？这个是我哥养的鸡，好爷养这么大，我也对得起他，我得要弄点五粮液喝，给他喝点五粮液啊！啊，哎呀，那你这待遇可以啊！哎，千年横着呢，那我都负责喂你酒吧啊！对，给我倒酒去。鸡大哥，对得起你了啊！五粮液都给你伺候上了，55度的。咦，这味儿真香啊，给他喝有点奢侈呢。哼，中午也对得起他了。睡在这儿吧，睡觉吧。哎，不行，来等等，让他迷糊了再弄。迷糊迷糊，睡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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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睡觉嘞，睡觉哦。来一杯。哎，少倒，不颠不颠的啊。哎，好喝。呵，哎，中了，哎，这回可喝进去了。
是吧？嗯，一大杯子五粮液全给这鸡喝了，这酒量可以呀，一杯三两三呢，55度的高度酒。这回这鸡大哥喝完啥反应啊？就这样，你瞅瞅，打了不动弹了，你瞅瞅，趴了。这回你这耍难揍啊，你瞅瞅啊，打了不动弹了，你瞅瞅，喝飘了，喝飘了。拿着，走走道儿，不走道儿了，你瞅瞅，走走走试试，走啊，嗯，哎，走，这回老实了，这真老实了，这回，走走，哎，让车走走，让车走，哎，走，一边摆酒下肚都这样了，嗯，真是，拿着。哎呀，那啥呢？啥来了？瞅瞅，起了吧？哎呀，还得给周起来。瞅瞅，不行了，这回烧水吧，洗澡了啊！真没想到我奶养的这只大公鸡酒量这么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我要跟着我奶奶起锅烧水，退鸡去了。